按响开机按钮，开机后显示的此界面需要根据需要用的手柄选择对应的手柄图标。首先介绍的是权杖手柄的功能，点击图标进入下一个界面，男士、女士、面部手柄、身体手柄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面部的手柄，下面根据用户的一个年龄范围选择设置。设置好之后，我们点击。 这个图标进入工作界面，我们手柄上的一个显示和操控这一条件，与屏幕上的各个是同步的。我们愿意点击其一区调节，这里也可以调节。这里我们射频的话是建议3到5档，面部的话由1档由最低开始去调节。这个是负压，负压的话这里这三个，我们首先调节这里是它的一个放时间，我们建议0.6到1秒。 这个是吸的时间，吸的时间是1秒，建议到2秒。这个是 吸 力强度 ，吸 大小，这里可以调节。地方我们是由最低开始，建议参考的话是3到5档，具体的话是根据客户的一个肤质跟感觉进行调节。这个是模式，模式这个自动，这是手动，首先我们介绍自动，点击选择，点击开始，开始之后的话，它这个吸力是自动的，就不用按手柄。 一吸，一放，按下停。那么手动模式的话，点击这里切换，按启动开始。手动需要配合这个手柄的按键，放在皮肤上，然后按一下，按一下打一下。 按暂停，我们返回工作的一个主页面，点击一下，返回我们这个主页面。这里的话是方框内的话是显示工作时间，这个是我们当时设置的一个射频档位，这个是负压吸的一个时间，这个是负压放的一个时间，这个是负压大小，点击这里都可以设置。这就是主页面，主页面这里的话显示它是点击不了，这是一个显示，这单显示这个手动模式。 然后这里的话是温度，显示实时温度，显示负压的一个数值。
这里 N1 N2 N3 是数据，我们一个 Go 的一个数据参数储存，然后点击这里的话一个保存键开始暂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点击返回下一个界面来介绍我们身体的一个所有选择，这个设置之后之后我们再点击这个进入。手柄屏幕上的一个显示和操控调节与主机上的是同步的，我们任意点击其操控调节，设置参数，射频，射频这个是档位，这也可以调节。那么一般建议我们建三到五档，具体的话根据客户的一个肤质跟承受能力去调整的。这是光子设置，红灯的话是活血养肤，提高血细胞的一个活性，蓝灯是美白镇静舒缓的，抗菌消炎的。那么这个光子的话可以选择单一或者是同时选择两种光子，那么这里的话也可以选择设置的，点击直接点击它的图标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旋转角度，旋转角度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旋转档位速度，一般我们建议的话是三到八档，我们这里也可以调节哈，我们任意点击其一的去调节操控，手柄上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是角度，角度的话一般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一个面积大小，我们先如果大面积的话我们建议30到90，小面积的话它就是10到20，就根据客户的一个肥胖程度跟护理部位大小来调整它的旋转角度。我们接入这个负压一个参数设置，点击它图标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负压吸力的一个强度，负压大小我们一般的话建议2到5档，这也是可以调节的。这个我们吸的一个时间，那我们现在是1秒到2秒，这个是放的时间，我们0.6到1秒，就加减调节。我们参数调节好之后的话，我们返回主页面，主页面的话就是当显示我们的一个工作时间，还有当时设置的一个射频档位，这个是旋转的一个速度，旋转角度，这个是负压一个我们吸的一个时间，负压放的一个时间，负压强度大小，这个我们设置，这个是点击不了的，如果我们需要设置的话点击这里设置，设置好再返回我们这个主页面。然后这个是当时我们显示的温度，还有个负压数值。N1 N2 N3 的话是我们一个 Pro 数字的一个参数保存，也是可以按这里保存，然后参数调节好之后我们按这个开始或者按这里的开始也是可以的。来按暂停。好，接着我们返回功能的一个主界面来介绍我们的滚轴功能，点击这个按键返回两次，到我们这里的话是选择这个，这个是双控，这个是单控，这个的话是可以两个手柄同时工作，这个只能单个手柄，那么选择这个手柄，点击这里，点这里的话这个这一边的话是这个手柄，那么这个手柄的话是这边。首先右边是我们这个手柄的一个参数调节，这里的话是它的一个强度，我们也可以按这个按钮增加，也可以在这里点击，这里的话是调节小手柄的旋转的一个方向，这个是顺时针，这个是逆时针，调节这个手柄的一个参数。那么进行这里的话是可以有一个按键，这里的按键也可以切换，这里显示也可以点击图标，那么这个是开始键，暂停。面部手柄的话参数在左边这边，然后这个是强度，一般的话这个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范围去调节的，慢慢调节，顺时针旋转，我们点击暂停，这个是逆时针旋转一个方向，这个是两个手柄同时工作，我们示范，按暂停。那么返回来介绍单控的一个只能一个手柄工作，点击图标进入，我们这个是面部的话点击这里切换，这个表示选择面部手柄，那么这个强度的话是加减调节，一样这个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去加减的，然后调节好之后我们按开始暂停，这边是工作时间，
般不用调节，是需要操作时间增加的话，我们再直线增加。下面的 N1、N2、N3、N5 的话是客户的一个储存模式，可以保存五个客人的一个参数。那我们这个键是按保存的。那我们如果选择身体的一个操作的话，我们点击这个图标，要选中这个图标，然后方向的话就根据你操作的时候顺时针、逆时针的方向，我们能量调节设置点击。暂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示范面部的一个操作。首先我们操作前给探头擦拭清洁，清洁面部。我们在操作部位涂抹，试下精油，涂抹均匀。我们操作前的话，先在自己的手上测试负压跟能量大小，在手上试一下热度，然后觉得适当的话在客户脸上再操作。可以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往上一点点，一吸一放，往上移。下面的话也是一样，就是一吸一放，慢慢的往上移。就是注意的话，我们手柄就不要倾斜，一定要是90度垂直贴紧皮肤，不能倾斜这样操作。那么现在示范正式的操作，我们按这里开始。开始一吸一放。一吸一放，慢慢的移，切记不可以在同一个位置停留太久。面部的一个操作时间，建议参考的话是15到20分钟左右。那按这个键暂停，开始也是可以这个按键。一放的话就是一点点微微的移动一下，不可以停，就是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位置。在操作过程中的话，要不断询问客人的感觉，根据客户的反馈来调整合适的能量。操作完毕，我们清洁擦拭剩余的一个精油产品。我们擦拭后，我们擦拭探头清洁。操作使用前、使用后跟擦拭清洁。接下来我们示范身体的操作。操作前先选择适合的一个探头，根据部位还有他客户的一个肥胖程度，擦拭清洁探头。我们清洁擦拭操作的部位。在操作部位涂抹按摩类的精油，均匀的涂抹。调整设置好参数，我们点击开始前我们开始工作。准备开始工作，将手柄90度垂直贴紧皮肤，不可倾斜和隔空接触皮肤，从内到外的缓慢的平行移动。注意了，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，一定是微微的、慢的、缓慢的平行移动。在操作过程中啊，询问客户的感觉，
根据客户的一个反馈调整合适的能量。一般腹部的话，我们建议大概是40分钟左右，根据客户的一个腹部大小。我们操作结束的话，我们清洁擦拭剩余的一个精油产品。操作完毕后，我们擦拭清洁探头。接下来我们束缚腿部的操作，选择探头，然后我们擦拭清洁探头。我们擦拭清洁部位。在操作部位涂抹按摩精油类的产品，将其涂抹均匀。调节设置好参数，我们点击开始启动，开始工作，准备开始工作。将手柄90度垂直贴紧皮肤，不可以倾斜或者隔空接触皮肤。我们由内而外的缓慢移动，从下往上的一个缓慢平行移动，慢慢的一点点移动。但注意的话是不要再停留在一个部位不做移动啊，禁止停留在一个部位超过1分钟。在操作过程中啊，不断询问客户的感觉，同时根据客户的一个反馈调整合适的能量参数。后移操作时间的话，我们建议一般就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治疗大小，一般腿部的话建议是2到30分钟。操作完毕，我们擦拭清洁护理的一个部位常用的产品。在清洁擦拭探头